娱乐中心综合报道：八十一岁武打影星陈慧敏曾评价名功夫巨星的真实力。图翻设自微博。近年来，功骗深受欢迎，功夫演员也跟着水涨船高。成龙、洪宝、李连杰、甄子丹、吴京等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动作明星。而这些武打明星不仅戏演得好，本身也多有真功夫。 因此，也常引起网友议论：如果真的打起来，谁的功夫好？虽然各有千秋，不好评断。但八十一岁武打影星陈慧敏曾说出他个人的看法。由于陈慧敏资历深，在这个圈子也久了，他的评价格外引人关注。众所周知，影视作品中的那些武打动作多半是套好招的，因此现在很多号称功夫巨星的人。 或许只是脸蛋好看，体格壮硕些，但也有些功夫演员是真材实料的，如李连杰就曾是全国武术冠军。而对于演艺圈那些武打演员，他们的功夫到底好还是不好？已渐淡出公众视野的陈慧敏，曾在接受采访时公说出了自己的看法。在《古惑仔三》中饰演东星老大陀的陈慧敏。 说出他对功夫巨星的看法。图翻设自微博。在《古惑仔3》中饰演东星老大骆驼的陈惠敏，知名度和人气虽没有成龙和李连杰这些人气明星高，但论到实力的话，其实他是没话说的。陈惠敏自幼爱习武，学过谭家三斩拳和西洋拳击。说起他的丰功伟业，一九七二年。 陈慧敏代表香港参加东南亚拳赛，将对手打败，赢得冠军，所以有拳有陈慧敏腿有李小龙之称。一九八三年，陈慧敏参加世界精英搏击大赛，仅用三十五秒便击倒日籍拳手孙崎刚。陈慧敏说：“虽然成龙知名度很高，但在实战中会点弱，就好像是耍杂技的。” 至于如今知名度非常的功夫巨星甄子丹，他觉得甄子丹身高不高，字条件不是很好，而且实力也不行。陈慧敏对成龙、子丹及李小龙的功夫做了一番评价。图翻设字博虽然本身拥有实战格斗技的陈慧敏一直图别人，但其实他也有佩服的人，而他佩服的就是门公认的功夫巨星李小龙。 对于他来说，国内演圈中的武打演员也就只怕李小龙一个了。不过，小龙英年早逝，因此他们恐怕再也没有合作的会了。